Hello，大家好，我接下来给大家变一个魔术。好，这副很普通的扑克牌，然后这个扑克牌里面当然有四个尖啦，就是 A 对吧？然后一个 A，然后找一下，两个 A，还有两个 A 嘞，然后这是第三个 A，然后第四个 A 在哪里？快出来！咦，完了，第四个 A 被我吃了吗？对。好，wait a minute，帮我找一下。在这里，只有四个 A，对不对？接下来，这是四个 A，对吗？大家可以检查一下，一个 A，两个 A，三个 A，然后四个 A，大家可以检查，一个 A，两个 A，三个 A，四个 A，我没有长牌哦。好，一个 A。两个 A、三个 A、四个 A 都是刚刚的 A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放在下面来，然后吹一口仙气，打一个响指，它变上面来了。好，这个 A 我放上面来。好，你吹一口仙气，好，它变下面来了。耶，这是一个 A，然后把它放下面来，不吹了，它变上面来。好，最后一个 A 放上面来，给下面来。好，结束了，怎么感觉没有掌声？因为旁边都没有人，然后一个人在那里自娱自乐。